在文化部支持下，全球最具规模性的艺文类非政府组织 Joystar 国际剧场组织，从欧洲移设来台至今已有18年，初期不但拓展台湾的国际连结，更让世界看到台湾剧场技术的强大能量与实力。数位跟实体并行，然后还能够跨域所谓地域的一个限制，那我想这一块在现在 AI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如果说以电影来讲，也进入到虚拟棚，那可在剧场里面，这个讲求实际体验的剧场，如何跟所谓的数位这个概念能够有所结合？我想这是下一个我们所有剧场人的想要努力的好啊一起的目标。那可是跨越了数位以后，我们相信以前因为地区，因为有的场地方没有所谓的剧场设施的地方，他也能够看到剧场的演出。那这一块也是我们未来跟 OSTAR 要一起来努力的方向。双方今日共同发表2030年携手共创下一代剧场国际网络的合作愿景，并将透过三大宣言实践目标，呼应全球积极推广的永续精神，也期盼台湾剧场的设计能量被看见，同时协助培养在地年轻的优秀人才。OSTAR 这个组织本身呢有10个委员会，还有非常多我们在进行的专案，所以很感谢在台湾这边对我们总部的支持。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说永续这个概念它是非常重要的，然后还有第二个重点呢，就是我们要透过 OSTAR 透过剧场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发表他们的声音。那我们在台湾呢就是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在过去18年以来对我们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贡献。那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也可以看到把台湾的文化能够散播到世界上其他的地方。大概有几个方向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原本就已经很有天分的设计师，他的重要性不仅对剧场所重视，也为一般大众所重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很多年轻人，我们其实有蛮多具备国际交流能力的年轻的人才，那透过 OSTAR 总部在台湾的机会，他们可以得到这个国际交流的经验，所以在当他们准备好了之后，就可以很快的对国际的很快的在国际的社会上面，就是让他们可以发光发热。我想这个是两个蛮重要的点，就是设计跟技术的重要性被看见，还有年轻的才能有做一个很好的培养。 OSTAR 国际剧场组织会员遍布在全球50国以上，致力打造跨越地理和文化限制的交流平台，这次去留台湾将宣示继续深化长期且紧密的伙伴关系。记者周恩成采访报道。